说是这个高血压的事情，说我头回来看病的，那我是不是到神经科？我曾经收过一个病人啊，病人还说我头回，你凭什么把我收到心血管科？所以在医院里边规定啊，高血压的时候是属于心血管科的。但是呢，如果高血压一些合并症出来，它主要是这个，比如说脑子出现了腔梗呀、脑出血呀、脑血栓形成呀，这些情况呢，属于神经内科的。在这之前呢，头晕、头痛、乏力这些情况，甚至耳鸣，如果没有出现脑子的情况，那高血压属于心脏内科的，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。